我是来。你要看哪？我来帮你的。那记录先吃给你个点个。我是来。嗯。我你个吃个每日是上是中考哪点？嗯。不懂得去的人，在菜个考卷写火无非是。哎，是呢。给你个点个多重要个可能啊！要是养活一玉米。可地里个老百姓呢，就是在吃。澳门嘞，连个玉米啊，还个得到。今天出个点搞个是，不要是跑去出个几轮轮廓，别得泄露。过个是，五五家提升，要五好好过。日出为了一笔钱呢，要买多个米贵可怕的，货币周边可能易于过路上鱼呢，吃吧。该是鱼嘞，日鱼个阿福有建议呢，找只重要个米贵来吃个。一年呢，给可本是百几一岁，地玉米。或者他煮出来就说加了菜，嗯、啊，加了菜有一个人坐在那包饺子的、啊嗯、我就问他了，我说，哎，我长寿面怎么加了白菜呢？我说，嗯，这个我说，不是这样子煮的嘛，是这样子，我是这样说的啊。那我也没继续问了，我后来坐在那里吃了咯。那他说我就，好像那个口头又骂了一句。妈的，我说，骂我了，不是我说，就是说那个我们那里发了就几百个，这样子的面条，这样子煮怎么是那个长寿面？长寿面换青菜怎么吃的？我说，哎、温州的长寿面都有换青菜，哎、他就出来了我说你青菜不用吃就可以了哦。他出来好像是很发火那种，他我们温州人就是这样子。我说你不是温州人，我说你讲闽南话，我说我们是老乡哈，我们老乡煮长寿面就没有这样子煮法的啊。嗯阿福哥啊，多抽早给个米地来吃米，一不往女养，还是养个老八年呢，可给是乐西。这一次个每日呢，可给说姑西吃个烤鬼子游戏。噶隔壁个地玉米对面呢，陈菜过来的，给讲呢，给个米这一次呢，分吃，用烤火来就热死。给我烤嘛，还老八年那个五疼的。他儿子走出来。就直接把我的革命端了就倒掉了。他说：“哦，你吃不吃？哎、你凶巴巴，凶巴巴。”我出来走到门口嘛，门口他就站起来了嘛，就站起来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这个话实话实说的，你监控也可以。啊，后来他我说我已经走了，我说你还这样说干嘛？啊，佛国给人呢，这上是一句话我反过，这才对嘞，要架空可以住的。哎。给我给是这位该本人上了那个张阿伯电视了，有他带货啊，还给那个弄抢了货打，抢了我以后给顾家子啊，有个许多大商上了一个帐头呢，给屋子外壁咚。我身上有针头了，他把我捏了一下，哦，我还是打发了，啊。针头谁把的呀？哦，针头嘛，他用手针的，我穿衣服嘛，他好像意思针捏一下哦。捏一下，我说有点痛了，是这样的嘛？我穿上拉掉，拉掉给他看到了。如果没拉掉了，他把我把人的血脉把出来，你还是更严重，是吧？阿福哥啊，给人家呢是忽略噶的，真该能正人教腿符合，上腿呢啊也细呀。待会得给鸟咬，给顾家上来呢扎针的物质同系统啊，打上针头的物质里面标。噶面的那个老板娘呢，过吃羊，又是羊阿福过许五福子一样吃的。对，我。那你我说你长寿面菜不吃，你就不用吃菜的，你就夹出来，他就不许一直你妈逼你妈逼，这个长寿面煮出来怎么吃？那是没有卖。哦，那就是。那你不要撒谎。我有骂过你，坐在那里有骂过你妈逼吗？你没有骂我。你多少年纪了？我会说吗？我就在里面，那个，你在里面还没出来的时候，我就是没有也骂你妈的。我开了在温州这里开了12年，我没有见过你这个人。我也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你这个人。阿福哥，人家给我打上呢，上那个账都要忘的，还是得去你西藏医师，记住要这个。如果有事，那这个药费他出。我这个是挂在这里，明明知道我住院了嘛，是不是？我打了化疗嘛。我那个3月15号到这里住院，那这他面店吃呢，也要吃了好几次，从来没有这样子。我干嘛一个病人干嘛要在那出家干嘛要跟人家打架？你这个开店的态度，你说是为了什么？那你吃的时候有没有还在说，边吃边说有没有说？没有。你说这么吃，咱们怎么吃这么难吃？这青菜换了怎么吃？我哪里说？我说温州的长寿面就是换青菜，你说青菜我哪里说难吃了？我说这个面不是这样子煮法，哎呀，老板娘，
你说话要文明一点，不要撒谎，知道吧？撒谎哦。这么大年纪了，我实话实说的。对嘞，那把你瓜阿福呢是在入来嘞过来嘞，给那个我腾乌路上找给那个米得到。阿福过日呢，有时是靠过来去，根本那么些个人过吃能学到入来嘞过来嘞过日。小姨姐啊。小伙五日过带货要价，根本啊，有个晓得日料多要涨。因为我们都是老乡，我们也知道老乡的风俗，对对对，他有这么一个要求，就这样。对，如果说你是你不是说闽南话的话嘛，他可以理解。说不定我们有每个地方的主，一进去我葱不要啊，我老酒不要啊，或者我对对我那个虾皮不要啊，青菜不要，都会说的。对，我之前都提醒过了。都提醒过了，他没说青菜不要，没说，他就是说。不知道有没有说老酒不要，我也没听来。其实嘛，你们两个是真的没有什么大事，没有什么大事，没有大事啊。所以生活当中什么烦恼，我觉得都是真的，都是自找的。像打个比方说，我们比如说跟他说了，他既然青菜放了，老师我也劝你一句，我们身体人身体不好，千万不能生气。哪怕今天他放了那个青菜，能吃就是，不能吃你也。跟他说，那我不好意思，我这个青菜我是不现在不能吃青菜，或者怎么样，好端端的跟他说，也没有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如果说我们能宽容一下、通融一下嘛，我们把这个青菜捡到外面去也都没问题的。我已经捡到外面去。是不是？我坐那里吃了已经。对了，我们不要这个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口里说出来的，所以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说今天幸好。碰到老师们脾气，虽然说起先叨几句，也不是很暴的一个人。你作为一个开店的，我们现在真的是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吗？客人是上帝，是不是？我们做生意，我们要和气生财，我们要一礼待人。你说今天客人在这里吃饭了，吃面条了，煮起来了，我幸好我还在吃了几口，你有什么权利跑出去把我的面条倒掉？你这种行为是错在哪里？真的是不尊重客人，你这个这样的举止行为是不可以取的，你一定要严防你的儿子，这样会出大事的。阿爹家有陪伴我以后，面对了8年呢，阿下扶得起，本身人娘是给那个五福东子偷冲动。阿福呢，阿哥是呢，那是哪个意思？只有白衣给个母衣呢，服饰也给白给嘞。日本呢，拨给你来给个红包，多做积累。这一点呢，也还为你国家蛮感动的。我现在老师有一点，你千万不能生气啊。你现在再说呢，身体也在恢复期，我们就是也祝愿你早点康复呢。谢谢谢谢。哦，早点康复，真的。爸在话好，阿福呢，阿老去医院呢，别你忘的，难得啊能够早呢康复痊愈。但我给你个日子，爹家又要你去过呢。我尼国中考那点，特别是我尼做差样的，碰见个客人，真是纯粹萝卜，故要所以。万一碰见客人，非靠没那个，我尼王家你人久的，湖南有日个白痴，湖南是谁去客人，万万还是让你摸吧。赶紧老师过个错，再过给你个三万。腰好腿好，祖国山川咱跑一跑，可这一旦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请认准舒筋健腰丸。舒筋健腰丸400年古方正药配方专，药材好，强筋骨屈疼痛，专药专治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10万群山，一瓶好药膏。这里是广西的10万群山，也是葛洪药膏的天然药材基地。哦，几十年了吧，真是好药材啊！这个，这种是叫红药，它已经是5-6年才这么大。
这个果香很好哦，已经十多年了。葛洪药膏所用的药材大多采自广西十万深山，地道野生。葛洪药膏只相信药材好才有好疗效。一斤药浓缩二两膏，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腰痛、腿痛、关节肿痛，葛洪药膏试一试，心悸气短、失眠多梦、尿频，十种常见病症，葛洪牌桂龙药膏值得试一试。打开百威，释放真我。你说我太性感，太轻浮，那又怎样？传统我不屑，去屑传统也要改变。新青扬推出三重净屑技术，攻屑、抗屑、防屑，远离头屑烦恼。我无需隐藏。精选高山糯米，饮万年天泉之水，传承古法酿造，一品醇香，回味悠长。古兰巧酒提醒您，孝顺不能等，常回家看看。小明就是怕羞，要不要一起玩？他可以多认识些新朋友就好了，再脏也没关系，有舒服家，十二小时长效抑菌。舒服家，放手更放心。器官捐献，生命永续，让我们一起谱写人间真情大爱。不要只洗发，要练出秀发能量。潘婷十年革新秀发能量水 ，ProV 精纯配方，含三大秀发营养，累积能量，越洗越强。全新潘婷。真我，奥妙说，不怕各种污渍，生活无限精彩。奥妙植物酵素源自天然，去除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污渍，除菌除螨，无碱性残留。奥妙新酵素系列。何师老，你知道陆城在开展美丽浙江建设吗？当然知道，有污水控制。蓝天保卫战，生态文明示范建设，而且啊，百姓的热情还很高。我们看到母亲河变得越来越美了，水变得越来越清了，我们的付出也是值得。参与美丽浙江建设，路程因你更加美丽。不好意思，我们为您升级到了头等舱。幸好你选了海飞丝，远离头屑、头油、头痒烦恼。好巧，随时开秀海飞丝。你想成为人生赢家吗？你和梦想还差多少距离？三位梦想导师，千位金融家创业精英顾问，千万创业梦想基金为一流的创业平台站队。要创业，来不胜。中国人寿温州分公司新生代金融家精英打造计划，诚邀你的加入。9月30日零点，温州全域中国人寿温州分公司、温州广电传媒集团联手打造梦想101金融家创业大赛正式启动。给你的创业一个起点，让梦想照进现实。
新飘柔香氛洗发水，甄选意大利天然香氛精油，秀发灵动柔顺，洗完自带香水味。新飘柔香氛洗发水。最后一天，比平时便宜60%买原产地滋补品的机会只剩最后一天。西洋参低至1元每克起，马来西亚原产地燕窝仅需9.8元每克起，云南文山三七低至298元每斤，市场指导价每克250元的青海金合藏药优级虫草，直供价仅需99元，均有专属的原产地保护防伪标志，品牌保障，价一赔十。历届滋补节上备受热捧的大连野生淡甘硫参，由于今年夏天罕见的高温天气影响，大连海参遭遇了大面积死亡的灭顶之灾。从8月份起，市场采购价持续上扬。业内预测，由于大连海参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3年内市场价格将有可能大幅飙升。但是市场价再涨，我们的展会直供价不涨，原价4990元美金的大连野生淡甘硫参，展会福利价依旧仅需1990元。本届展会结束后，将依据市场行情进行上调，还有最后一天，用福利价买大连野生淡甘硫参的机会，你还等什么？还有最后一天，国际大酒店4楼，买好货别错过。小明就是怕羞，要不要一起玩？他可以多认识些新朋友就好了，再脏也没关系，有舒服家，12小时长效抑菌。舒肤佳，放手更放心。你知不知道你喝的水中可能有石头？必然得绿水壶有效减少水垢、氯气、重金属、杂质，让你更安心。去水垢专家版滤芯全新上市 Brita。 曹清华胶囊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一颗平安心，百年益安宁。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益安宁丸始创于香港，珍贵组方，百年传承。做好药，贵有恒。益安宁丸组方精妙，由冬虫夏草、鹿茸、西红花、海马等14味药材精制而成。一颗平安心，百年益安宁。益安宁丸治疗胸闷、气短、失眠、乏力等症。小药丸有能量，心安宁，人安康。2007年，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颗平安心，百年益安宁。你在吗？我可以和你聊聊吗？关注精神健康，打开心灵之窗。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提醒您关注心理健康。今年该唱几歌？鱼是鱼鱼现场的杨水鹏鱼，过路是过次手是我上手，可叫你同志被那次你要大副队伍过。在女儿子采儿，我你是整个湖西过路的现场鱼鱼事故是两次，是我两个人五日得了过通的事故。那么东北呢，我是五个帮子在老湖西呢，北国都一一的现场鱼鱼事故。就讲呀，今年以来，我你是个鱼鱼现场人员以几家无仔细，要我台长此年之头早上陈大路在激烈鱼鱼现场早上去自首，或许自己在鱼鱼现场人员的点击作用。另外，该项结果是个鱼是国公园之家整个投入的奖励是在两万多的上次，鱼是老虎山氧气北国头的较大的预计日期。国该奖学那个材质许多好，这位置与个杨氏总体本鱼数据显示啊，该项结果是个鱼是一夜能即古楼的即将是五马不起一把你不吃，东北五国百分之4.8，该多将
即被杨氏子女过路的日官是四七九八杀戮次，同被我国帮子六地六五。国家部门在区域置业的西区各所的出入口、出闸口、降低档，结果在让路里和出路里的北国民宅的区域啊，我预把将来呢受到沟通。主持过路的沟通部服务员，我是杀马不起斗的词。腰好腿好，祖国山川咱跑一跑，可这一旦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请认准舒筋健腰丸。舒筋健腰丸四百年古方正药配方砖，药材好，强筋骨，屈疼后专药专治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老年人十种常见病症您有吗？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贫血、失眠多梦、气短、心慌、多汗、厌食、腹胀、肾虚尿频，别担心，葛洪牌桂龙药膏驱风除湿，舒筋活络，温肾补血，有效应对十种老年常见病症，祝您五脏调和，身体健康，一体多症，试一试葛洪桂龙药膏。在赤粉乌托邦，天生赤粉再次集结，我们因赤筒相遇，混搭新灵感，创造新玩法，打破界限，全力展示，柔和自圆，一起舞动。来吧，高举你手中的鸡翅，一起有吃者造可能。肯德基十吃一口，39元。小明就是怕羞，要不要一起玩？他可以多认识些新朋友就好了，再脏也没关系，有舒服家，12小时长效抑菌。舒服家，放手更放心。打开百威，释放真我。小明就是怕羞，要不要一起玩？他可以多认识些新朋友就好了，再脏也没关系，有舒服家，12小时长效抑菌。舒服家，放手更放心。你说我太性感，太轻浮，那又怎样？传统我不屑，去屑传统也要改变。新青阳推出三重净屑技术，攻屑、抗屑、防屑，远离头屑烦恼，我无需隐藏。打开百威，释放真我。你说我太性感，太轻浮，那又怎样？传统我不屑，去屑传统也要改变。新青阳推出三重净屑技术，攻屑、抗屑、防屑，远离头屑烦恼，我无需隐藏。奥妙说，不怕各种污渍，生活无限精彩。奥妙植物酵素源自天然，去除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污渍，除菌除螨，无碱性残留。奥妙新酵素系列。不好意思，我们为您升级到了头等舱。幸好你选了海飞丝，远离头屑、头油、头痒烦恼。好巧，随时开秀海飞丝。我今天是自己过马路的。空气中的脏东西时刻威胁孩子的健康。全新舒肤佳吸又清爽，洗去燥热感，12小时长效抑菌，健康又清爽，安心护全家。温州银行跨境电商一路通，快速收款，网银结汇，费用节省，汇率优惠，个人结汇不受额度限制。
新飘柔香氛洗发水，甄选意大利天然香氛精油，秀发灵动柔顺，洗完自带香水味。新飘柔香氛洗发水。活你太阳，活你乱，种你那么各个有九个的叶子，为是热女热烈，扩大个人的节目。每次节目我要四十台五穿过，对不对？那么昨一个节目当中，我你呢参加一次也是将我个穿过八十个台五，给那个小组啊，把那个卡西卡去对方的。那么今年我你其他个人家也是另外一次台五，给那期望的呢，给小组阿是卡西卡，但是个防守五十比难改，就你们去那个这个是给你我你吃上吗？大哥好，来接胡雷巴啦，行街幺七五的阿鹏，行街胡雷啥胡雷斯？我说你是个哪个？喊你来下等咯，个祝你个个瓜子个胡雷巴啦，那边敲两个门子，让我你来可以让我吃了去嘛，杀个女卖给那我要美小妹，上来敲这件胡雷巴啦，胡一色的女人，这件胡雷巴啦，是谁大哥？谁大哥？那个父母老爷的给叫花样男孩啊，那啥个男的给要给个美的味，还是个胡里巴拉的，是吧？穿水带鱼阿皮，个是呢是老人区呢，伊都是个哈朋友台基，这里穿过各个宇宙的节目录制，让宇宙火热过去后，还是呢在团队方面一开始开始上戏，但是马卡又怀疑啊，那么做谁这个队伍，福建将要老人的，还要我称错女太勇，哪能得会火热？你要是对待队伍多得防守，或者真是要你拿的。那里反正马上飞去，又痛动，我也晓得。又还被刺个一时几强，在整个过程又互动，但是嘛，我只能捂得嘛抖呢，知道吧？错误。这下火力巴拉给了台语，国家坑那个又是七段的，让那个麦比七段，又老比七了，七五了副也强，嘎起给了你，娃子再发狙，还带上你送礼副协方。还没有开始抢答，先不要摁啊。开始抢答，三二一，开始，请三号台回答。中了，三号。二号台犯规。二号台犯规了。那么犯规的话呢？我们的一号、三号和四号加十分。抢答开始，三二一，开始，请三号台回答。二号台犯规，二号台又犯规啦！这注意，一号、三号、四号，请加十分。我有个建议，要火力巴拉台这七对马七，脚说你是再去，只拖出三人给防守越来越高，你们就抢答了，一直屋子能放给脚的。其他三队怎么样？这只能这个零分，本我将吃你薄肉给。除了二号，怎么回事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你个热技术要能力，我得火力巴拉台说的你，但是那台有个商人呢，给是来吧，蛮火送的。诺尼莫，诺尼最职业 ，K 三最职业嘛，是吧？蒙次列夫也讲了，是吧？知道吧 ？K 三又讲了，我哈打过那 K 三，打过那韩 K 三，我 K 三没打过那最好玩的啊。那么比赛队里 ，K 三最专业的火力巴拉台，在中年如日在意，防守一枚冷给对碰呢。接下来比赛结果给我，打过那可以手等三女在里补球的国羽球。另外，那么的黑须也是当地专业多种。出色的选手，球队举国便以古本大众捧上，当年的本门吹过。嗯，大哥呢，可想吃的我可以加持各个月九五微商股种啊，或者是点幺五零五七七幺零三幺八的电话找你本门。感谢老师，各个说，没有再见的。人生如戏，再好的本事也要靠个好身体。可这一旦腰疼腿疼腰膝酸痛红啊，请认准舒筋健腰丸。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材好，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腰好腿好，祖国山川咱跑一跑。可这一旦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请认准舒筋健腰丸。舒筋健腰丸400年古方正药，配方专
药材好，强筋骨，驱疼痛，专药专治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对呀，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老年人十种常见病症，您有吗？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贫血、失眠多梦、气短、心慌、多汗、厌食、腹胀、肾虚尿频，别担心，葛洪牌桂龙药膏驱风除湿，舒筋活络，温肾补血，有效应对十种老年常见病症，祝您五脏调和，身体健康，一体多症，试一试葛洪桂龙药膏。我今天是自己过马路的。空气中的脏东西时刻威胁孩子的健康。全新舒肤佳吸又清爽，洗去燥热感，十二小时长效抑菌，健康又清爽，安心护全家。打开百威，释放真我。你说我太性感，太轻浮，那又怎样？传统我不屑，去屑传统也要改变。新青阳推出三成净屑技术，攻屑、抗屑、防屑，远离头屑烦恼。我无需隐藏。早餐吃要营养，也要轻负担，来包城市多豆奶吧。零胆固醇，低饱和脂肪，早餐营养新选择，统一城市多豆奶。早餐吃。不好意思，我们为您升级到了头等舱。幸好你选了海飞丝，远离头屑、头油、头痒烦恼。好巧，随时开秀海飞丝。打开百威，释放真我。小明就是怕羞，要不要一起玩？他可以多认识些新朋友就好了。他再脏也没关系，有舒肤佳，十二小时长效抑菌。舒肤佳，放手更放心。最后一天，比平时便宜60%买原产地滋补品的机会只剩最后一天。西洋参低至1元每克起，马来西亚原产地燕窝仅需9.8元每克起，云南文山三七低至298元每斤，市场指导价每克250元的青海精合藏药一物级虫草，直供价仅需99元，均有专属的原产地保护防伪标志，品牌保障，价一赔十。历届滋补节上备受热捧的大连野生淡甘硫参，由于今年夏天罕见的高温天气影响，大连海参遭遇了大面积死亡的灭顶之灾。从8月份起，市场采购价持续上扬。业内预测，由于大连海参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3年内市场价格将有可能大幅飙升。但是市场价再涨，我们的展柜直供价不涨，原价4990元每斤的大连野生淡甘硫参，展柜福利价依旧仅需1990元。本届展柜结束后，将依据市场行情进行上调，还有最后一天，用福利价买大连野生淡甘硫参的机会，你还等什么？还有最后一天，国际大酒店4楼，买好货别错过。奥妙说，不怕各种污渍，生活无限精彩。奥妙植物酵素源自天然，去除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污渍，除菌除螨，无碱性残留。奥妙新酵素系列。女
想成为人生赢家吗？你和梦想还差多少距离？三位梦想导师，千位金融家创业精英顾问，千万创业梦想基金为一流的创业平台站队。要创业，来博胜。中国人寿温州分公司新生代金融家精英打造计划，诚邀你的加入。9月30日0点，温州全域中国人寿温州分公司、温州广电传媒集团联手打造梦想101金融家创业大赛正式启动，给你的创业一个起点，让梦想照进现实。新飘柔香氛洗发水，甄选意大利天然香氛精油，秀发灵动柔顺，洗完自带香水味。新飘柔香氛洗发水。小明就是怕羞，要不要一起玩？他可以多认识些新朋友就好了，再脏也没关系，有舒服家12小时长效抑菌。舒服家放手更放心。你知不知道你喝的水中可能有石头？必然得绿水壶有效减少水垢、氯气、重金属、杂质，让你更安心。去水垢专家版滤芯全新上市 Brita。 你说我太性感太轻浮，那又怎样？传统我不屑，去屑传统也要改变。新青阳推出3重净屑技术，攻屑、抗屑、防屑，远离头屑烦恼，我无需隐藏。那个我你是个药证公司的呀，给你那个我是他吃药别种的不作息吧，我你接着吃什么给别太去的卢水法不作息啊，整个药六个羊啊，那么可两个四个羊啊被他吃啊，三个不作息吃了还是往家强逼。新款的和老款的比较呢，新款首先是减重20%，所以你感觉拿在手里呢更轻了，同时呢它还有易降解可循环，同时它的质量跟老款比呢也是一样好的。吉列嘎宇宙药证为科技播作咖喱国大杂商用瓦外修碰把泰国四大之王，在此年三十运用过程多种的播作咖喱壶、卤水壶和用瓦壶，在播作咖喱之王多种宇宙药证为在宇宙区的瓦壶泰国咖喱播作席和枪布壶在要插棚玉米的生地址密达四月里其在的这些播作和热加强播作的距离。今天阿子不可不是来，他可能过来了。马家小老弟你方再见。娘一娘吃五脏，个服药上都吃茫茫，你要雷面妈妈锅，隔壁冷水我脚吃错，你要扛难家具，你要得了。